下面呢，咱继续讲成吧。刚刚呢，我给大家说了一点，就是说整个服务循环基本的流程，它就是那么用的，能懂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关键点是你每次都返回的 self 的 OBG 的 name 子，这有什么用呢？所以说一点卵用都没有。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咱们再 copy 一份啊，copy 零二，然后呢叫做这个叫做三，啊，这个叫做三，VIM 零三。来，同学们，我打开，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我每次都返回的是第一个月列表里边的第一个值，是不是一点用都没有了吧？那么我怎么办？我应该是返回的时候零，接下来我把一个值加一。我下一次再去调 for 循环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值是不是就加一了吧？那么我怎么办呢？我想下一次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某一个值加一，如果在一个方法里边定一个值，那么接下来这个值是否会保留上一次的值呢？不会，切记啊！举个例子，比方说我这个 current 啊，有个变量叫做 current number 等于零，第一次的值会是零，那你把这个变量，同学们你看我这啊。我这个地方如果写这个零，请问说每次是不是都是取的零啊？取完之后，如果同学们咱们这样做啊，如果咱们这样做，你看着，比方说 it 等于它，然后 return it 就是 i 就是 result 啊，或者是结果的意思都行。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current 这个哥们儿加等于一，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不？你看啊，我第一次的值是零，你第一次不是取第零个元素吗？我取出来放到这个变量，在 return 之前，我先把这个下标用这个来表记下标，标记下标。这个哥们加一，请问我下一次再去调用 for 循环的时候，这个方法是不是一定还会再调？这个方法再调的时候，我的值这个是否会保留上一次的值？如果不会的话，是不是依然取到了下标为零的这个吧？所以说现在有个需求，想方设法让这个变量我下一次调用 next 的方法的时候保留上一次的值，应该怎么做呢？如果想调用同一个方法保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调用的时候是保存之前的值，你应该把这个哥们不能定义在这儿。而是定义在里边，听懂吗？定义在里边，这就变成了什么？是不是像类属性、实例属性啊？这不是实例属性吗？让他们看，我是不是实例属性？默认是不是这个值零零啊？那么既然你写上了实例属性，那么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写 self 啊？那么前面这个地方是不是写 self 啊？来，同学们，这又变成了什么呢？我第一次用 for 循环的时候，这个执行第一次。来，咱们说一遍，第一次调它的时候，它会调第一次。self 的 obg 的 names self 的 obg 指向谁就取谁里边的这个列表里边的某个值是吧？取第几个呢？self 的 current 这个属性等于几就取第几个？请问刚开始的值是不是零？取第零个。取完之后，我的目的是把这个值返回，但是呢，我如果调了 return 的话，是不是这句话就不执行了吧？因此我在执行 return 之前，我先把你的下标给你加一，接下来再返回，请问没问题吧？老王100%返回了。当我接下来在第二次去调用 next 的方法的时候，请问这个值由原来上一次的零变成了一，请问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取得是下标为一的那个？把下标为一的那个取出来，接下来把下标加一，再把这个返回，然后接下来我再取一次的时候取下一个，然后再加一再返回，取下一个再加一再返回，请问可以了吧？来，你看看此时的运行现象会是什么呢？派任三零三，老王，王二，张三。哎，为什么崩了？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特点，for 循环它并没有能力，它知道你什么时候取完，你说对不对？它并不知道，你又没有通过 len 来测，它怎么知道呢？你没有通过 length 来测过，对吧？所以说，同学们，这个地方就很尴尬了，产生了这个下标越界了，怎么做啊？if 不让它越界不就完了吗？对吧，同学们？if 这个。self 点 current number 如果小于 len self 点 obg 点 names，那么我就做这个事情。同学们看一下，这意味着啥呀？就是那个下标不越界，我就取下标不越界就取。请问是不是就避免了越界的问题啊？你说是个道理吧？好了，这个地方呢，我先给大家撤销一下的啊，我先给它备份一下，我再来一遍，因为每一个地方呢，我都给你写的不一样。零三，然后呢，这个是就第四个了，啊，这个就是第四个。好了，来 VIM 零四，他们看着，我接下来为了防止它越界，if 你当前你这个变量 current 不是标记下标吗？如果你是没有越界的啊，self 的 obg 点 names 你没有越界，那么我接下来就做这个事情。请问同学们，这个事情可以了吧？来 Python 三零四，老王，王二，老张啊，张三。哎，为什么又变成了那没有越界了？请问第一个点没有越界吧？
为什么又出现了浪呢？他每次都在取，请问这个方法又没有返回值，没有返回值，偏偏我要保存这个函数的返回值，请问是不是意味着默认值是不是浪？是不是每次都是浪？那同学们，咱们这个时候应该有个概念，有个想法，应该是让它结束，而不应该继续让它向下走了吧？它再向下走，它取出浪来，它有什么意义呢？关键点是怎么告诉它咱们已经没有了。这个地方有个特点，当你去取一个迭代器里边的值取完的时候，你怎么告诉它取完了呢？你有一个东西叫做 raise 啊，你产生一个异常，产生一个异常那就可以了，来，懂吗？这个异常呢叫什么呢？ stop应该是怎么写 iteration 啊，只要是抛出这么一个异常，那么将来 for 循环自动就停了啊，只要抛出这个异常，不循环自动就停了。来，同学们看着，走，老王、王二、张三，大家有没有看见停了吧？好了，那么最后，你看，咱们刚刚讲解了很多知识点，最后的一个小结论：如果我的一个对象里边，接下来也想让它实现 for 循环，第一步，在这个对象这个类里边实现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必须返回一个对象的引用，什么样的对象呢？只要这个对象有 iter 方法，有 next 的方法，那这样的对象只要返回就可以了。返回的是哪一个对象的引用，接下来 for 循环在取值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取的这个对象里边的 next 的返回值，那个值，没错，同学们， next 返回什么，是不是接下来就当 for 循环的那个值是什么了吧？ OK， 那么最终的就实现了。那怎么告诉你 for 循环我已经取完了呢？就迭代器我已经叠完了呢？通过产生一个自定义抛出一个异常 raise stop iteration， 那自定义抛出这个异常呢，将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另外我想说什么了吧？刚刚呢，我再去下去溜达这一圈的时候呢，有同学就说了一个问题，龙哥，你现在不是创建了两个对象吗？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返回 self 呢？我返回一个 self， 我把这个方法我挪到它里边去，请问行不行？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就可以省一个对象了吗？省一个类了吗？你看着他们啊， copy 04 04，然后呢5 VR 05，来打开。我的意思是什么？注意点，他们看着，我刚刚呢画过一个图，你要把这个核心点理解了。我刚刚画的这个图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想要用 for 循环对这个类创建出来的对象能够 for 循环，你这里边返回一个对象，返回个什么对象呢？我重新定一个类，没错吧，他们？也就是说，我为了取这个对象里边这个列表，我又创建了个对象，我接下来 for 循环的时候实际上是取的这个方法，调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又取的它里边的值，把它里边的值拿过来，接下来它是不是还给了我吧？我能不能没有这个对象的情况下，我也能够直接从这里边取它给我？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更简洁了吧？怎么实现呢？同学们看着，回到咱们这里边去，你不是说了这里边返回值吗？那么你就返回呗。请问返回我自己意味着什么？返回我自己的话，按理说我接下来想用 for 循环的时候，是不是调用我自己的 next 的方法？我这边有 next 的方法吗？没有。那么我怎么办啊？这套东西就不要了呀，删，我留着它。请问一个类里边有这个方法，咱们说它为可以迭代，如果还有这个方法，是不是就称之为就既有这个又有这个，是不是咱们就称之为一个迭代器了吧？那么请问，首先 for 循环判断你自己，哎，你是一个可以迭代的吗？请问我是吗？是啊，我通过 iter 取的时候，这个哥们返回的值返回的是我自己，我自己有这个方法，请问我是不是有个迭代器啊？好了，请问接下来 for 循环的时候，每 for 一次，是不是就会调用你 return 的这个对象里边的这个方法啊？那么请问这个方法就会调 self 的 current 有吗？这是没有，怎么办啊？加班 self 的 current 啊，没有，咱就写上这个属性嘛。Ctrl-N 等于0啊，这是变成了全角啊，等于0。好了，那么这个属性有了，那么 self 点 obg 点 names 还能写 self 点 obg 吗？写什么？对，写 self 点 names。 请问是不是这个事就解了呀？好了，来删除它，同学们差不多了吧，实现一下看看再说吧。是不是也没问题啊？怎么做的？我给大家说一遍。
就是咱们刚刚讲解的路媒陀最终体现出来就是一个知识点。注意看啊，我接下来注意看，我接下来创建个对象，你甭管这个对象是什么，只要是有 class 串出来，一定是吧，只要这里边实现 add 方法，你一定可以往里面添加东西。好的吗？关键点是这一句，这一句分为几步。第一步，判断你这个对象是否是可以迭代对象，怎么判断？这里面有这个方法吗？有。第一步满足了。第二步，系统就是 Python 解释器会调用 iter 函数调用这个对象里边的这个方法，没错吧？这个方法返回什么？接下来 for 循环就调它里边的那次方法，是个道理吧？好了，调它里边那次方法，因为你返回的是自己呀，那我不就是返回了自己之后，我接下来我再去调用这个当前自己这个对象里边是不是 nest 的函数啊？ nest 啊不 nest 方法， nest 的方法在执行过程当中取这些属性的值啊，这个值是否小于它的长度呢？是，是我就取，是不是把当前我的列表里边东西取出来了吧？取出来再加一，取出来再加一，取出来再加一，也就是说 for 循环调一次取这个对象里边的这个函数的返回值。调一次取这个方法返回值，调一次取这个方法返回值。当我调了三次之后，这个 if 接下来是不是就不会再满足了吧？不会再满足，请问 else 就执行， else 执行这个哥们是意味着什么呀？是不是产生个异常吧？产生了个异常，因为你并没有 try 来处理呀，你产生了异常呢，自动的传递到 for 循环这个地方来处理， for 循环自动的检测到 stop iteration 异常之后停止了迭代，能理解我意思吗？最终就总结出来了这些话。好，同学们，咱们刚刚说了这么几个词语，可迭代对象，一个方法只要有这个，一个类只要有这个方法就行。第二个，迭代器，什么叫做迭代器啊？具有 nest 方法，并且还有 iter 方法的这样的对象，是不是叫做迭代器啊？那么我要问你了，如果一个对象是迭代器，它一定是个什么？如果一个对象是一个迭代器，是不是它一定可以迭代？一定可以迭代啊？但是一个东西可以迭代，它一定是个迭代器吗？不一定，对吧，同学们？那么最终呢，咱们就只有一点，就是来完成这个 for 循环的方式，能理解我意思了吗？好，同学们，先别忙着下课，你把我刚刚说的这个过程花3分钟理解一下。